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成，欢迎来到战争雷霆。我们今天玩的地图是朝鲜的三八线。那对，我想说啊，强大的帝国军队已经推到朝鲜来了吗？如果真的当初德国那么强推到朝鲜来的话，那现在应该也不会说哦，下一次啊，那应该不会有所谓的什么金大将军之类的东西出来了。刚看那台地狱猫从我前面飞奔过去，我在虎视很自信啊，侧面这样露着，不过这样好像也只会打到炮台，打不到侧面。哎，我挡，哎，我挡，哎，挡住，哎，阿迪的你，哦，下一次，阿迪的你，我们只是小残的，你不用慌，一个组员都没事，只是我们的 MG， 前自己，我们的同轴机箱有点问题，然后我们的侧面也挨了一炮，不过奇迹般的没事。白脚，好像跑，哦，对，这个我这个位置这样围，前面有一台，打到车长，等一下，非常围，非常围，这只是装弹有点慢，不要，劝你善良。天塌粉，我劝你死，放弃了。虎视救命，虎视 RT 二零，好看我 RT 二零，我 RT 二零我自己玩，不是。哎，被围殴，这把决策失误。我们的虎视也要死，我跟你讲。哎，没有哎，我们的虎视没死哎，哇哦。好吧，那我们再重申，我 H1 好了。看算再推一次那边，他们太多台架在山上了，这样他们打不会被打到我车顶啊？我很怀疑他们会被打到我车顶。不要开太前面好，因为虎式的炮其实也不错，只是精度好像不怎么样，跟豹式比起来啦，其实火力是一样强，但是我们有这个。有火力、有精度的88炮半履带车，但是在半履带车，我觉得等一下会死人惨。他们那个天知道山上有架几辆 M18 在那边。我打美国吗？有没有打美国？盯一下。哦！下底下。哦，不是，不在底下，在上面。哪打的到底？不是哪打的？不是。啊！哦 ，M1 是不是？德意志万岁！德意志万岁！你开一个锤子 M1。我要备用载具，是哟。好，这一波是那条路口嘛？这个路口我们被拦，我们就走这边，然后绕过去。去偷袭他们的侧面，而且这样走是也比较不容易被那个山里面的打。就我们这个方向好像有点就不太好打，因为有些那时候那么多藏在山里面，就慢慢推吧。遥远。而且虎一我觉得比较有战场的感觉，那就是这个磁吸地雷防磁吸地雷的装置在。不过我不懂，就当初虎一不就只是改了那个炮台的指挥塔外观而已啊，然后加上涂料，就为什么虎一要跟虎 H1 被分开来？而且虎一的发动机还比虎 H1 更差，不记得不是这样。记得发动机的他们有区分，就是虎 H1 的发动机比较好一点，有1000匹嘛，然后我们这个只有，然后902匹吧。
前我记得我永远记得这套这些数据，因为我就刚演到虎一，我觉得虎一开得很慢。不过这应该才是正常虎式的速度啊，越野时速不会很高。我们那边有队友在 C 点，这个时候我们有铺马，会不会可以开铺马冲进去站点？我有研铺马。M1，杰克森，吃大便吧你！对啊，我胆子够大，没有炮文你敢开炮？跟你说了，哎呦，在这边，这个街角，这街角有一台，不是街角，不是那，哦，不是吧？等一下 ，What the？ 又撞到 M1 脸上了，去死的，去死的 M1， 知道吗？我恨透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死了！哇塞，我后面的无线电还爆掉，在打我后面的那个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装无线电的吧？还直接被炸烂了，到底我的！我跟你讲 ，M1， 我恨透你了！哎，我知道我的顶部机枪手挂了，然后他打我两炮，我这边都没死呀！哇塞，我听到美军坦克的声音。拜拜！等一下，停止维修。快，打烟，我们要撤了，打烟。快 reload 烟雾弹 ，reload 烟雾弹，快点，快点，重装，飞机。他肯定觉得我在修。走，我们走，见好就收，我们走，我们在这种兵差点死的状态下杀掉一台 F1， 可以的，走，我加速，我现在很害怕，跑得够快，也许有救，因为他还在试探射击，哇塞，我们这辆虎一回去，我估计。后勤小队也不想帮我修了，那到底是什么我也没看清，打我的，他打我好像也没打穿我，好像，反正我就抱着，我直接溜了，我再见。在这条路上，我完全没有胜算跟他们打，我只要，就先躲回家，再说。哦，错赛卡到。然后转车身，快点！哦，修，现在修。哦，恐怖的一匹！这台虎式真的这样都能修好吗？我后面，但如果说这个我后面这是无线电仓的话，那它的无线电为什么这边是合起来的？如果有人可以告诉我虎式背后这一块到底装什么的话，可以欢迎在底下留言帮我解答一下，因为我实在也是不太懂虎式后面这一块到底装什么。我猜是装无线电，哇塞，我的排气管还不见了，我现在才发现我排气管罩还不见了。我这样虎式，我跟你说，您不值得修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虎式，我现在是还能作战的，有到时候我开回去后勤估计得把我打死。好，我们再开回去。反正我们这把德意志还是胜利的。刚才那个叛国贼违背了元首的意志，开 M1， 你开个锤子 M1， 去吃大便吧，开 M1 的。那开 M1， 他怎么死都没有想到被一台打成智障、被他打成半残的虎式打死，他肯定也没想到。我们真的是，我们在虎式真的很有战场痕迹。哎，我们在战 C， 所以那台 M1 应该不是 M1， 那台打我那台估计也死了，所以他才没追上来。是嚣张 M1， 对吗？哇塞，
为什么会有那个 SKM 还是什么那个陆上战舰停在这边？我的，我们占了 B， 不过也不用担心，我们这样上杀两，杀两台，不过铜墙铁壁扛了几个炮弹，也还不错。而且我侧面的这个是有剥落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抗磁吸地雷涂层是有剥落，感觉少了几块。哎，反正我先赢定了。而且我到今天玩了战雷玩这么久，我到今天我才发现重坦不能叫炮击。我以为，我一直以为是当初我为了省成本我没买，因为当初有一阵子我为了省成本，我只买维修套、歼灭火还有成员组，其他都不买。就因为当初穷，现在110几万。因为之前观众跟我说囤到100万，在做购买载具的这些动作，那好，我就决定决心开始存。那个时候就20几万，然后。结果呢？隔天还是隔多久，就抽到100万，然后就想说感谢这位观众，他这句话让我成为百万富翁。以前我要担心维修费的问题，现在我根本不用担心什么维修费的问题。哇塞 ，T34的声音！啊啊！哎，傻逼！傻逼的地狱猫，不然我不会再，应该是不会再失手第二次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恨透了，你知道吗？拜拜，嗨伊达啦，嗨伊达啦，嗨伊达啦，我屁股是不是来人了？嗨伊达啦。海伊达拉，连海三声还四声我都不知道，海伊达拉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超爱德国的，知道吗？元首，元首，哇塞，围上来了，海伊达拉，我跟你讲，之后我不玩其他国家，我就玩德国了。元首万岁，希特勒最棒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推归观众。德国无脑玩，玩什么苏联，玩什么 M1 垃圾， M1 垃圾， M18 垃圾，什么最强？德意志最强，元首最强，好吗？还玩美国啊？还玩苏联啊？谁玩苏联？我就不玩苏联啊！虽然我有T34，但我不玩苏联。嗨希特拉，希特勒万岁，好吗？德意志最牛逼，我这样硬扛，我还能四杀，我就在那边扛着，他就打我 M18 还打偏两炮，然后那台T3485开过来送。然后炮台坏掉，我还打掉 M1， 到底这个世界怎么了？非常的棒，这个世界非常的棒。OK OK， 我现在有点亢奋，不好意思。